这两个部分，我们先讲那个，第二个动作啊，第二个动作啊，第二个动作，蹦的时候，蹦的时候一起要扭蹦，哎，身体转过来，然后屁股不动，屁股那个不要屁股转过来就是，屁股不动，只是身体转，啊，这是身体转，啊，然后。擦的时候，擦，来，先转好，然后来，我们把它蹲，看到吗？这样蹲，然后身体啊，像靠在那个车椅，我们驾驶员的车背上，往后靠，来，这是擦的两个动作的合并啊，就是一个蹲。同是一个靠，就是擦，来，啊，蹦，擦，啊，来，五，六，蹲好，五，蹲好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蹦，擦，蹦没有完成，蹦。蹦，蹦呀！一蹦先完成，脚正直，重心在前面，重心在不要，只是转身体，屁股不转，转身体，哎，就这样，对吧？然后重心在前面，伸直，膝盖伸直，哎，这样标准了啊，好，哎，这样很标准了啊，好，这个啊，后面重心在前面那条腿，然后来我们。蹲的时候往后一靠，蹲，后面那条腿不能全脚掌垫脚，后面那条腿吃分量的，哎，身体坐在后面那条分量上，哎，身体往后，哎，很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动作知道了，我们下来我跟大家讲点，就是第一个动作和第二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是蹦，擦，蹦，擦。看到吗？我这个音乐没有那么快，对吧？预备起，嘣，擦，嘣，擦，要身体倒下来，重量全部靠在后面那条腿上，不是擦，很难过，倒在后面那条腿上，重量是倒在后面那条靠后面那条腿，好，非常好。对，非常好，来放，擦，非常好，你呢？后面那条腿半脚先垫起来，前面直脚，后面垫脚，好，把自己完全对了，好，你不对啊，重心在后面，重心全部靠，靠了这条腿上。不能偷懒，有的人偷懒往前靠就不好看了，蹦擦，来，蹦擦，这个是吧？一个是蹦擦擦，一倒，全部在后面的那条腿上，擦，全部坐在后面那条腿上，不是坐在前面那条，非常好，来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蹦，擦，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讲第二，第一个是没有手势的，蹦擦没有动作，第二个蹦擦是有动作的，蹦的时候，这个手打开是一，要到后面去。要从这个手要从上碎纸这边戳出去，不能甩。你们那是很不漂亮，在舞台上甩都是很不漂亮，但很多人都是很不漂亮，很不雅观啊。就是要拿，你看到一下子拿到后面，看到吗？来，第一个动作。五、六、七、
把 boom 拿到后面了吗？boom 转到后面，第一个动作上次教过了，站起来，哎，站起来，对，站到后面，站，对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非常好啊，来，再来一次。首先要把它套出来啊，预备，5、6、7，把 boom 看着前面，身体侧过来，直起来，一定要直起来，这样否则你头上的那个道具，这个道具拿好，要拿高，对，你头上还有这样一叠的那个头发，所以你要高，对。你要高，头发，你刚才这个就是，要高，要高，对，好的啊，要高，因为头上有一个头饰，唐朝的一个头饰，要走高。来，第一个动作 ，boom。重心在前面的。第二个动作，这个扇子很直的。它盖倒下来，盖下来，就直接你是这样的，直接盖下来，这样盖，就本来是这边套出来，套出来，盖下来，再往后一蹲，脚后跟抬起来，这个脚后跟抬起来，前面全掌往后一倒。保持着了啊，盖起来，身体往后仰，身体侧过来往后仰，为什么叫45度？对，侧过来，45度往后仰，45度往后仰，45度往后仰，后面脚抬起来，不要偷懒，后面脚抬起来，前面不要叫你抬脚后面脚抬起来，非常好，后面脚是弯的，你的文化大概没有的，对。我身体往后靠，你这个在前面，你去跳的那个，放下，你去跳那个，现在最流行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电影里面的那个叫啥？那最近咱都在学的，周立武，叫妹妹怎么内化的嘛？就说来放马，你去跳放马，全都是这样，就是往后去操作的，全都是。现在不流行这个重心，看好后面那条腿弯，重心在后面那条腿上，对，人是坐在后面那条腿上，这就漂亮，这就往后仰，这就完全两码事，很累的，很累的，好，这是第二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动作，第三个动作，回过来 ，boom， 回到当中，对不对？这回到当中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脚收回来。好了，现在又来崩了啊！第三个动作。盖好后，拖着后脑勺，来，预备，回，非常好，回，转身，出脚，两个脚都弯，对，身体在两条腿的当中，你们已经习惯跳舞就在两条，在这很漂亮嘛，就是你的身体在你就习惯于空间舞。身体不要倒呀，就在两条腿的当中，身体，对，非常好，身体在两条腿的中间，漂亮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就可以了啊，来，再来，并好 ，boom， 回来，本来是 boom， 擦，对不对？擦，然后 boom， 收回，擦的时候出脚，但是把身体移在两条腿的当中，在两条腿的当中，
是平均的。好，来来来，人的一生我教了很多动作都是在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，你就是把这个只是转弯，看到正在啊，你坐在车子马路上的时候，他不可能这样的，那样的，就是你看看，然后转身就不一样。哎，这个公司在中间了嘛，你怎么会移到前面去嘛？移到前面去，你就是这个样，也好了，回来，这个两个脚蹲，然后移出去的时候，身体还在中间，然后转圈，转身体就不一样，脚不动，听好了，脚还是这样。两个脚还是向前，两个脚还是向前，只是转身体，只是蹲。来来，先正，来。胯打开的时候，最早比肩膀宽一点吧。啊，看啊，是出左脚，啊，出右脚，出右脚啊。来，准备，出右脚，来，出右脚。对，均匀了，在这个基础上转身，转身就可以了。转身你们就跳成弓箭步了，你这是在学校里面真是好的体育老师教出来的。不是弓箭步哦，腿不能转着。这不要动呀，你这一点还是这样，这只是转身体就可以了。哎，再不要往前移，就在你眼睛看下去，你眼睛看下去。你的身体在你两条腿当中，来，哎，这边动，蹲下来，转身就可以了，哎，这很漂亮，哎，这就是标准的，我杨老师舞蹈，那也还是重心，你头看起来重心在这边，对，哎，这就标准，漂亮，哎，漂亮，也可以的啊，脚不动，动了就可以转嘛，哎，这漂亮。他就弓箭步就不要就没有爬起来过。你们现在有像他们这种，这是学校里面的，就是弓箭步啊，这就仿佛比较第二段，就是弓箭步冲拳的一种。你们这个是做了一辈子，就把舞蹈就运用上来。我们现在是平均出去，哎，这身体在当中出去的时候，看好，我本来回来已经是弯的，这是高的，这是弯的。你没有直，哎，你没有直，哎，对不对？嘣，就收回来嘛。你没有动，然后这边平移，然后转身，哎，就这么漂亮的动作，为什么给你们做的那么别扭呢？啊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拉开转身，就这么漂亮的简单的动作，怎么为什么给你们做的那么别扭？蹲下来。就在这，蹲下来，就在这个位置上转身，这多么漂亮的动作，怎么会给你们做成那么别扭呢？蹲下来，收进来，蹲下来，蹲好，平移，蹲好，不要快往上爬，然后转身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这个屁股要出来呢？你就转身就可以了，什么也不要动。就是舞蹈，就是这么漂亮的动作，简单又漂亮，怎么会跟你做成那么别扭呢？就分出来，放好，转身体就可以了。屁股不要动呀，屁股不要扭呀，转，就这么好，这胸抬起来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的动作，怎么会给你们做的那么别扭？就很简单的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动作，拉开，转身，就是在做空间在中间，这就什么也没有。你本来就蹲着，不要爬起来，脚并起来，就蹲着初步，蹲着移出去，转身擦，就这，好，那回来大家看好啊，倒，嘣回来，擦，你站着那么直干什么来着？嘣，有这样的跳舞，有这样的放松的跳舞很累啊。嘣，就架好了，擦，就什么也不要动，多余的动作一个都不要。是你的腿跟你的手一起吗？那你这样啊，你这样对啊，你就转过来，对，遇到了，怎么样？一起做，一起做。我是分开教的，
我分开教，坐姿一起做，只有一拍插大。啊，哎，插。那打完地了就分开。哎，插就这么简单。对对对，插。一起这个手分。嘣，收回来，来放好，最后第二个动作放好。嘣，收回来，插。你不要你不要碰擦，再想到要站起来，再这出去，再蹲下来，你哪有那么复杂呢？你就蹲好了就擦，哎，就好了，就好了，就好了。你蹲蹲好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，没有多余的动作。理解吗？三个动作好了，站好，站好，一二三连起来走，五六七。嘣，擦，嘣，擦，手要这边手要指出来的手要高一点，身体才可以往后走。你们手都很低，好了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嘣，嘣，慢慢的，嘣，擦，才用劲，嘣，擦，嘣，擦。倒呀，擦要倒，你不要看我，盖着头顶啊，来，好，再来，预备，去，碰，收回，擦，转身，脚出去了，脚不能转，哎，这个也不对，哎，那也不对，也这样也不对，脚就平的，就身体一转就可以了，啊，就身体一转。身体在当中了，不要在这边，这边你看你在你看非常好，没有多余的动作。好了，我们用音乐了啊。再来，嘣不容易抖，砰软软的擦，听懂了没有？嘣不能抖，砰软软的往下擦一抖。不要着急啊！不要着急，像那个做游戏去抢东西啊，一直去就伸手去抢，一直抢这样的，咚咚给你听，嘣啊，擦，你走，再来，小飞龙。你到擦才有反应啊，嘣就要有反应了，但是不是极力的反应，就要缓慢的嘣擦，你到擦你再想到，这就不行了。转。第三个最不好，嘣，擦哈，擦哈，擦，嘣擦哈，一倒就走，擦哈。嘣，擦，要等着，不要擦。刚刚还到嘣，理解了，快了，要跟着音乐，音乐有多少？嘣，擦，
膝盖多弯，对，二零，
擦，擦的时候两个膝盖一直擦，擦收回来，擦，缝出去，擦，都一样，缝，擦起来啊，你来缝，擦，擦，你哎，你身体自然不，对，他已经好一点了，已经给我讲了好一点了，跳舞蹈记得，所有人记得，跳舞蹈的自然姿态就是往后。不管到什么位置都是往后，就像两个人跳交谊舞一样，很大啊，就像两个人跳交谊舞一样，任何一个跳交谊舞，任何一个你不会跳别人，你不要抱住我，这就对了，任何一个你什么时候都是要保持这个姿态，对，就小一点也没关系，没有两头撑开的感觉，要两头撑开，两头关，听好啊，不要讲话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是两头撑开，两头关，两头撑开的，哎，嘣，擦擦，嘣，擦，漂亮，是这样，两头撑开，你看我是不是这个，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嘣，擦擦，嘣嘣擦，是不是两头撑开，两头关？就是给观众看到的，这是一个艺术，而不是嘣擦嘣，你们大多数是这样的。你们的问题，你们觉得哎后还过得去，后还过得去，就像你，还有你今天好多了，在舞台上演出，你看看那个视频，对吧？当起来的时候，你们都是这样，是吧？就是爆发了，嘣，就是还是啊，还是保持一点点就是擦，还是这样，这就漂亮了，保持这种然后呢？哎嘣。擦擦，对了，那别小孩，你知道，擦擦，你身体是往前的，你知道，你按，嘣，擦，就站起来就可以了，没有这样，你是这样前倾的，嘣，擦，哎，嘣嘣嘣，擦，哎，你就可以了，嘣嘣擦，平衡，嘣嘣，嘣，这时候跟起来的时候，就膝盖直，还是顶着。嘣，擦，擦，嘣嘣擦，擦，哎，不要靠得太近，嘣擦，嘣嘣擦，要抱住，来上肢和身体，上肢和身体是始终有，你上肢，擦，你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你的问题是身体过得多，上肢进的少，不均匀。尽管是两个空间，一个是上肢，一个是身体，但是给人的物理概念是距离。看好啊，嘣，先蹲，嘣，擦，看到啊，还是你们都是嘣擦，嘣嘣擦，我要的是嘣擦，就站起来，就站起来，还是保持这两句，就拉开一点点，进来一点。啊，嘣嘣擦，站起来就可以了。擦，嘣，擦，嘣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完全要脆，就一下就到位了。嘣擦，嘣擦，嘣擦，一下就到位了，那种不要嘣擦，还在慢慢的，那还是这边，你没变化，你跳舞没变化，啊。擦。身体往后，这就可以了，跳啊，擦，起来，老杨老师，杨老师，快看，对，因为你这原先是做对的，你听我说，原先是做对的，不知道在哪一堂课，有可能是请假几次以后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反正你有两次不来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嘣擦，嘣嘣 擦就往前靠。有一开始学的时候你是对的，后来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样，本来没改之前都对的，后来改了之后，不是加了一个哈，你们就开始那个啊，现在哈不要没有了，现在哈嘛就嘣擦，嘣嘣擦，啊，一点点小一点，嘣暂停。蹦，哎，我要看到是蹲起，舞台表演，并不要看你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高弯了。